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的。今天的主题是微尘自净，点结未修，第981集。我是微智，经文朱比丘：世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尽抹微尘，一尘一结，彼佛灭度以来，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而称其解。在化成玉品有个特别的譬喻，就是前几天一直讲的，譬如有人将三千大千世界就抹为微尘，用这个尘来做成墨水，那过千国土乃下一点，如是辗转尽地众墨。那问大家说，这样的话这个国土有多大，这个边际有多大多远，那这个大家可不可以算得出来？但是算不出来了。若算是弟子一样不得其边都算不出来这个到底有多大那今天又继续讲朱比丘就是对着现场的比丘更在强调，就刚才讲譬如有人这个人世人所经国土这已经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用这个微尘来做成墨水的这个经过这些国土，因为经千国土乃下一点嘛。那现在强调什么？落点不点尽抹微尘，本来是千国土的下一点先把三千大千世界抹为微尘。那现在不管你经过的国土不管有没有点没有点的，通通再抹为微尘，一尘一结一个尘算一个结。彼佛灭度以来彼佛当然就是大通至圣佛大通至圣如来灭度以来，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而称其解。之前也提到了无量阿僧祇劫已经够久了，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那就是而且还超过了，比这更多就是非常大那这个在讲什么意思呢大家要用心去体会上来说这几天这个文都要用心去体会去思考我们来看上人的手掌。微尘自净地众墨，其国土之数无量，算思数不得其边，超出群数圆久眼那上人就把这几天的文因为比较长，他用几句话把它浓缩这样大家比较好懂。就是前三句是浓缩的，后面是答案就是要表达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微尘自净地众墨就是刚刚那个把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抹为微尘等等的如是辗转尽地众墨，对不对？那其国土之数当然就简单讲就是无量咯算思数不得其边若算思算思弟子来数也是不得其边算不出边际，算不出有多大因为那为什么呢？因为超出群数了。我不是说拿计算机算盘也都有几栏的几位数，计算机也几位数电脑也是一样那你超出了它的位数，超出群数圆久远三个字是关键因为这个原来是要表示这个圆已经很久很久以前就结下了缘，所以关键要表达数无量。第二句的最后三个字跟第四句的最后三个字我们来看我整理的图那这个手札在中间有吗？我刚才讲就要表达那个圆很久了这个国土是数无量圆久远，这样六个字就讲完了，这比较容易懂这个尘点结这个数无量圆久远那这一个是要表达什么？就是我们修行要很长时间，可是今天除了长时修前几天都讲，今天重要是甘愿两个字你后来体会原来你这么久的时间你要甘愿修行，那个愿你注意看那个上人开示从左边昨天有一句这个经文检释上人今天从那开始讲，不过早上被剪掉了这个一开头的这个开示我待会再讲，就这一句尘点结前点尘尽点结未修上人是从这句开始不过被剪掉了变成从微尘自净地众墨开始。那上人为什么从这句开始讲？我会给他打个问号，就是他问，这是一个问句。为什么这个尘点结前点尘都已经尽不管你三千大千国土
或者是这个啊过千国土等等啊，点或不点，进某围城，这个点城都已经进了，可是什么点结未休？为什么点结未休？因为怨还没有了。上来就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地藏王菩萨，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地藏王菩萨的怨是什么？第一，不空誓不成佛啊，怨还没了啊，众生还没有度尽啊。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来我们娑婆世界这么多，这五浊恶世众生啊，虽然现在是这个浊劫啊，这个浊恶世，可是这么多众生还要度啊，怨没了，对不对？继续度啊。所以今天重要一个关键是怨，修行就是你要甘愿啊。最近有听到一个譬喻，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有第四十九愿。第四十九愿你是要甘愿啊，所有的对不对？药师佛有十二大愿，我觉得所有的佛都有一个基本的愿，都是甘愿，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因为我觉得愿里面最特别的就是甘愿，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甘愿常时修，所以甘愿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愿超级重要，愿大自坚菩提现啊，那你甘愿的话，哇，就会成就很多事情。所以上了最后。他有讲到沉住坏空，讲到尼泊尔的时候地震嘛，沉住坏空，那这个沉有没有？沉也是一个愿啊，有愿就会沉啊，有愿就有力啊，那就会沉，沉住坏空，重新启动。所以沉住坏空到了坏，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坏劫啊，坏劫我们看到太多崩坏的事情，地震、地水火风，昨天讲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有没有？这几年都一直在讲。那崩坏那就空了，可是你要重新启动一个开始，沉住坏空，沉从哪里开始？就从愿发愿，那愿就带来缘。我很久以前就体会了，好，这个愿，这个缘，刚才你看超出群数缘久远，这个缘很久远，那个缘从哪来？缘就从你的愿啊，有愿就有缘啊。你会今天我们会在这里，就是我们当初有个愿，好，出发心有个愿，跟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个缘等等，所以这个我们的缘就来自我们的愿。所以我今天的体会就是什么？把握因缘。你看这个三洲说法里面，这个在化成玉品大通智胜如来这边就是从因缘说开始，所以把握因缘，我们要发更多的愿做就对了，这样可以成就更多的净土，更多的佛果，就是这个上人这个守察的意思啊。所以今天有三个重点，有没有？这个愿，其实这三个重点都有共同的字，就是愿。好，有愿就有力，有愿就会成啊，要甘愿，要发愿啊。那这个守察就是上人将这两天的经文啊，它整合成这个守察这样四句，大家比较好懂。前三句呢啊，就是把问题啊做一个跟这个重点做一个整理。第四句呢就点出说，哦，原来是要表达这个缘已经很久了，很远了。所谓成点结前，点成尽，点结未休，无始之始，始于无始者，此即无尽无始。这昨天结束的时候这个文，上人今天就从这讲。我觉得上人这个精神非常可佩，就是说这不太好懂，但是不能够啊，像我们自己，我也做讲师，有时候哎，这不好懂了，就把它带过去就算了。可上人都不是带过去，而是面对他，面对他继续讲。上人就从这讲，可竟然因为时间关系，竟然被剪掉了，就剪成这个好，前面两行半被剪掉了。你如果看那个，你会从围城至尽地众我这边，其实上人在正式开始的时候是从第一句啊。应该还记得昨天我们所了解所说的，应该还是很清楚，在成点结前，点成尽，点结未休，有没有？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他从这讲，我就是在思考上人为什么要从这讲啊？我刚才有画图，有没有？大家就懂了啊。原来从这里，因为什么愿未了啊，所以才有举那个这个地藏王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例子，这样就懂了，才可以带出这些。而且上人在结语的时候又讲，所以上来的 开头结语还有手札这个进入经文之前的小总结，这三个地方还有上人开示的这个例子还有手札本身，这五个地方
大家都要用心去看，用心去体会，就知道上人想要表达的意思。那手札的第一句就是围城自尽地重末，对不对？这些就是把前几天的文再把它讲一遍，换个角度再讲一遍，所以上人就带一下，是不是这样？其国土之数无量，这表达什么？表达就是很多啊，这国土这个非常非常多，无量啊，这么多的墨啊，经过很多国家点一点，这墨都点完了啊。那大家就问大家了，大家是否了解这个数字？大家一定说没办法，对，这都是前几天的重点哈，因为实在太多了啊，数量无法描述它的这个数量的大小，因为国界的广阔超出了什么？超出了群数，超出我们可以这个计算的范围啊。那这就是要说缘久远，我要把它画重点嘛。所以上人的手札的重点就这三个字啊，缘久远。好，那如果还要再加，就是数无量啊，就重点是缘久远啊。因为我后来看了，看了好几遍就懂了哦，原来是要表达这个啊，了解。那缘又来自你的愿呢啊，这样。所以不论是时间、国土，用这样的数字啊，这样来表达那个劫、那个时间啊，也算不出来啊。那总而言之就是无始之始啊，始于无始者，这就是什么无尽无始啊，没办法说出这个数字的数量啊，那就表示什么很久很久了哈。那很久就是表示我们的缘也结了很久了，因为释迦牟尼佛的缘就从那时候 就结下去。释迦牟尼佛是跟谁结缘？跟大通智胜佛结缘，那我们又跟释迦牟尼佛结缘，对不对？那先讲释迦佛，释迦佛他开始正念心，他开始闻法、了解法，而且他有听法入心、这个大通智胜佛他入定的时候，十六王子都有办法啊，生出来讲法讲华经啊。这个就是释迦佛在大通智胜如来时代啊，就已经结下的缘。这样有没有很久？这样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这个十六王子啊，在大通智胜佛的座下，他从出家啦、修行、听法，而且把法深彻的理解，所以这些过程就是我们要学的。哦，原来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修行，我们学佛学佛，那我们也是要这样修行。而且他这样修行，而且时间这样久，缘这样久，哦，那我们就继续做就对了。所以我不写个把握因缘，你要发愿啊，做就对了啊，就对。那有缘就有愿就有力啊，就可以成就净佛国土啊。那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他修行他有经过这么久啊，这么久还如果来跟这个迦摄尊者比，迦摄尊者是奉尽三百万亿佛啊，那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多久啊？无始无尽之前就一直在修行啊，好，修修修修到什么？修到因缘成熟啊。好，那他的愿，因为他的愿在娑婆世界啊，这最苦难的这个世界，因为这里五趣杂居，一个堪忍的娑婆世界，是不是这样？那他一大师因缘来娑婆世界，他来开示悟路，他开示，那我希望我们人人众生都能够怎么样？能够体会，能够悟路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啊。那他所以他这个他从无始劫以前，他就这样上求下化，广结善缘，他也不断的入人群，不断的造福人群。要跟众生结好缘，那我们要去体会人间的苦相啊，等等。那他上人今天有提到说，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迦毗罗卫国出生？因为那时候迦毗罗卫国算古印度啊，那时候那个地方啊，观念很封建，世信阶级很明显、很清楚，宗教很复杂。那时候就九十多种外道教。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宗教最复杂的舞台。那我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愿很特别，因为他就是在那里，因为那里的人其实也都蛮聪明的啊，那这个蛮有智慧的啊。可是宗教也很多嘛，才会宗教那么鼎盛啊。那如果在那个地方佛法啊可以接受考验，可以让他昌盛起来，表示这个法是经得起考验的啊。那这个，所以他就选择在那里这个出生。现在才了解，哇，这个也是要有大智慧、大勇气、大仁大勇大智。所以那后来这个佛教在这个
古印度啊，迦毗罗卫国这样佛陀出生的诞生地，现在尼泊尔啊。那后来他有东传啊，对不对？我们也有去 西方取经啊，佛教也有传到东土来啊，对不对？因为中国就是在印度的东方等等啊，这个缘就是这样，很特别的缘啊。反而后来这个佛教是在东土这边啊，这个兴盛起来啊，然后继续弘扬下去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上来在讲这样特别的一个缘啊，在华文的世界里面。因为后来，因为当年啊，所有的我就想说，哇，你看这个2500多年前是佛陀诞生，那从2000多年前到1000多年前，很多帝王啊，印度的帝王、这国王、中国的皇帝啊，很多都是护持佛法，用国家的力量来译经，有吗？所以把这个佛法保存下来，这个文字啊，中国的中文的文字也很特别。好，那经过这些译经，因为这个呢要很仔细的、很详细的把这个意思啊，把它翻译出来不容易。还好有用国家的力量，当时啊，这个皇帝动员这个国家力量啊，把它翻译的比较精准啊，等等。那这个繁体字啊，等等，还有这有时候一个字就可以包含很深的道理啊，等等。那这个佛陀他诞生在那个地方啊，宗教很复杂。这人的思想也智慧也很高，印度人的这个逻辑啊、数学啊、思维啊，他们的思想啊是有他特色的啊等等。但是他当时啊，因为有阶级嘛啊，那这个是比较需要打破的啊。至于说他这个思维的部分啊，是很厉害的啊。那当时有这个什么啊，有分刹帝利啦啊，比如说你如果是帝王家等等啊，还有你看你是这个啊。建筑就永远是建筑啊，那这个贵族就永远是贵族，对不对？那婆罗门就永远是婆罗门等等宗教家啊，所以就是有一些啊，这个啊阶级意识啊，种姓的意识非常的深啊。那上人今天就开始举他大概道理讲完了，就举例，要么去尼泊尔啊，把佛法带过去啊，那时候有些好姻缘啊，这个你看我们发放的时候都90度鞠躬。结果他们当地有两个富商也刚好因缘际会来参与，一样学习这样来发放，而且把这个物资发给这个居民，因为居民通常是比较这个穷苦的这个阶级，他们还会互动，你看把他拥抱啦，拍拍他们。那以前这些贵族都不可能去接触这些比较贫穷阶级的人啊，所以就打破了这个阶级。上人对于这个觉得这很重要，也很高兴，好，所以把佛法带回这个佛陀诞生的地方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段因缘啊。那能够表达这个平等啊，这也是很重要。所以在人间啊，有时候你要把这个道理要让它通达，因为佛陀在人间示现只有80岁啊，虽然当初。一直 有跟阿难讲啊，讲三遍说啊，佛陀可以住世，我可以住世一劫啊，阿难都没有反应啊，这是另外一个典故啊，大家知道。那后来佛陀想啊，因缘如此，好吧，那就80年。那真正讲大法也只有讲最后那7年多，对不对？好，42年前面讲的，那42年开始讲这个《华华经》到这个入灭，对不对？49年啊，弘法49年，这样才7年多，所以。上来说这么短的时间其实是不够的啊，来不及啊，所以这个，但是你看这样传法，这样传到现在啊，然后慈济啊，上来我们带领慈济的志工，2015年的时候在尼泊尔又传回去啊，这样是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啊，这也是因缘啊，所以因着这次地震的因缘啊，我们把佛法带到哪里？带到尼泊尔，还有你看我们也去赈去发放，去赈灾，是不是这样？然后去传承，还有浴佛等等，把这个佛法的这个实践，这个怎么做都把它带回去，还有诸同岁月等等去义诊。你看我们关怀啊，有发放关怀，感恩尊重爱啊，平等啊，还有这个竹筒岁月都有把它带回去啊，就是那帮他们盖这个简易教室等等，
就做了很多，就把这些佛教啊、佛法真正的精神以及如何实现啊，都把它示现啊，在当地啊，也让当地的这个有心的志工啊可以传承啊。所以你看这边讲说，就开始投铺满，因为那时候要义诊，义诊之前啊，有比丘尼啊、沙弥尼啊等等开始这个投铺满，就投这个，因为一开始有讲竹筒岁月给他们听啊，让他们理解啊，那也帮他们盖这个简易教室，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稳的有地方啊，可以住，可以学习啊等等。然后也提到其中有一个当地的这个。啊、这个算是志工吧、啊、那这个他听到普天三舞、啊、歌曲，听到竹筒岁月，他们都感受非常的深、啊、觉得那个境界是很美的、啊、那上来就说，是啊，这就是要用很长久的时间、啊、不论是西传佛法、啊、或者是佛法东传、啊、当年佛法东传也是很久的时间，那、啊、现在西传佛法你看我们才在那边、啊、一段时间几个月而已啊，其实还不是很长，在当时了、啊、那当然继续做继续做，那所以西传佛法、啊、我们现在把佛法传回去、啊、那当年是佛法传到、啊、这个中国来、啊、东传，所以这些这样法，它法本来就是哪里，法本来就无体无相啊，遍布在虚空中 啊， 啊，其实今天这个文其实也要讲这个法，它是在虚空中的、啊、这个无体无相啊，那我们要去理解、啊、那这个那现在要传回去、啊、等等、啊、那一定要有因缘，因为有因缘你才看得到这个法，没有因缘的话法在哪里看不到啊，是不是这样啊，上来说这是 令人很高兴的事情、啊、来看昨天的文，于汝等意云何是诸国土，若算师弟子能得边际，知其数佛，佛也世尊。好，这是昨天的文、啊、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文。诸比丘，世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尽抹为尘，一尘一劫，彼佛灭度以来，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而称其劫、啊、又更进一步的、啊、来做了一个譬喻啊。诸比丘、啊、就是佛喻大众，再度提醒大众慎思啊。世人所经国土，就是是。点成人所经、啊、游处、啊、所以世人是指谁，就是这个点，这个把这个三千大千国土、啊、这个抹为微尘来点的这个人、啊、他所经过的地方、啊、世人所经国土，那诸比丘就是佛在跟大众讲话，再度提醒大众什么慎思啦，因为大家要用心去思考，因为这些文如果你只是在字面上讲，哇，一直一直点，一直点是什么意思？所以上人说，今天的文，大家用心去思考，用心去体会，啊，其实这都是什么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啊，就是表达这个缘已经很久了，啊，修行也要很久，大家要啊这个甘愿啊，大家要发愿啊，修行就对了，做就对了啊。若点不点，尽抹为尘，复将。点墨不点墨之国土，尽抹为尘，以尘教结复过世数、哦、就是说之前不是过千国土来下一点，那现在不管了、啊，这些不管有没有点的国土都把它抹为微尘、哦、继续，那这个尘用一个尘来代表一个结、哦、那这样有多少、哦、比这个数目还更多，这样每过千国土即下一点，为所点之国，其所超越之999国土，即为不点之国，和此点不点之国土，尽抹为尘，显尘数之多、啊、所以通通不管有没有点，反正有经过的地方，这些国土、啊、这个通通都把它抹为微尘、啊、用这个尘来代表劫，那也是一样、啊、代表就是很多，代表都是无量，所以一尘一劫，彼佛灭度以来，以无始之始，始于无始之一点尘而为一劫，彼大通佛从灭度来等等，这些经文的解释有时候没有做成字卡，但是在逐字稿有，就把它揭露出来，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而称其劫，又复
过世围城之术，多如围城，延期结束、啊、所以他这个结束之多啊，因为 用围城来 譬喻他的结束，对不对？那当然是很多了。无量无边而称其劫啊，故前云不可思议，之前有讲到这个，哇，这么长这么长是不可思议啊。所谓成点劫前更成点，点成尽，好，点成尽，点劫未休，无始之始，始于无始，有吗？今天有不断出现这个文，有吗？上人对 这一段文啊，就是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开示啊，这让我们理解啊。所谓成点劫前点成尽，点劫未休，无始之始，始于无始者，此即无尽无始。其实这个手札昨天就有了，今天你看上来就是叫你继续看，面对它，把它看到懂。所以我说，其实这是一个问句也好，一个句号也好，你看我在念一遍的引号里面，成点劫前点成尽，点劫未休。上来从这里开始讲，这里已经快结束了，他结束再提一遍，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成点劫前点成尽就点点点，虽然他很多成，对不对？三千大千国土也好啊，一千国土也好，多少土，有这么多的围城，这么多的劫，那这个点成都已经点完了，虽然他很多都点完了，可是什么？点劫未休啊，停了没有？没有停。为什么没停？我刚才讲了，愿还没有愿未了，愿还没有完成啊。因为修修修一定要修到圆满啊，修到你的愿完成了，对不对？那才可以停啊。那还没有愿，还没有了，怎么可以停？地藏王菩萨如此，释迦牟尼佛如此，所有的诸佛如此。好，所以修行都是佛佛道统，他们的修行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啊。来看这个上人的这个结语啊，各位学佛，我们必定要很体会，用心去了解，了解我们到底如何修行。所以不管什么文，你看这些文都是佛陀讲的，就是在教我们修行的啊。我们若要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它尽头，尽头是什么？尽头就是道理的源头啊，真如本性啊。那道理本来就没有尽头嘛，那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无始终，其实它是一个空相、空性的。好，这些，所以是无始终啊。释迦牟尼佛他既发心来，好，开始他也是无始终，所以他就是有这样啊，成点劫尽，但是呢，点成尽，点劫未休，明白吗？今天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个？这个点就要讲清楚哦。点劫成不休，点劫未休。反正成点不休，有吗？就是劫成劫就是未休，因为愿还没了啊，对不对？继续做啊，做到圆满，对不对？无始无终啊。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有两个重点啊，就是说，一个是说，如果你要找出那个源头，道理的源头，它是无体无相，记住，就是记住它是无相的，是空性的，这样第一个重点，这样就学会了。第二个就是说，既然是乘愿而来的，对不对？那愿就做到圆满嘛，它圆满以后才回归到虚空嘛，一样啊，就这样。所以围城自尽，地众末，其国土之数无量啊。所以因为有时候很难表达，就只好用这样来譬喻，那只是一个譬喻，一个表达好啊，让你去体会。体会什么？算思数不得其边，超出群数，圆久也。因为这个代表什么？圆久也。所以这些代表说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啊，跟大通智胜佛的缘已经很久很久了，就是这样而已。那这样而已，那我们学佛就是学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他修行这么久，那我们修行这个时间算什么？继续修啊，继续做啊，做就对了。好，时间这么长久远啊，还未修啊，所以我们要很感恩释迦牟尼佛很辛苦来到人间，他的教化众生，让我们的佛法一直流传啊。死而复终，终而复死，因为它是无尽的，好，一直转，法轮会一直转，法轮常转，好，这个还未尽的法，我们现在要把它，你看，我们把它带回去佛陀的出生地，因为这也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个过程，
你看法这样 带到中土来，中土来带回去，好，这样。所以上人说看到他们开始打破种姓的观念，这个希望是一个开头，成住坏空，尼泊尔现在开始要成的时刻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多用心。所以上人为什么讲这个成住坏空，就这个，那么我画这张图就把上人今天的重点，就成住坏空，有愿就会成啊。所以上来一直讲这个成点结前点成性，点结未修，有吧？那就是告诉你愿的重要。好，啊，这一句手札是讲缘的重要，那缘也是来自你的愿，要甘愿，要常时修，有愿就会成啊。希望大家把握因缘，发更多的愿做就对了，这样就可以成就更多的净土，更多的佛国，大家就可以一起成佛。感恩大家。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